继续关心汉光演习，今天第四天，在新竹、花莲还有台东的知本海滩，都同步进行了反登陆作战演练。国军 M113 装甲车从树丛中迅速向海滩驰援 ，M60A3 战车接获指令，立刻进入炮阵地待命，模拟敌军进犯海滩。汉光第四日各地海滩进行反登陆作战。架好阵地布防，模拟对海上船舰开火。1056炮的机步营官兵也在炮兵阵地待命。镜头转到新竹坑子口海滩。AH-61 攻击直升机和 OH-58D 战搜直升机从空中分波次对海面目标实施射击，验证重层拦截连续打击的效能。陆军台东地区指挥部机步营16号也在知本海滩模拟接敌，战备部队已接获命令，立刻展开反渗透、反特工等等演练。全台新竹、台中、屏东、台东以及花莲5地同时展开反登陆操演。国军官兵精锐进出，全力护守台湾阵地，强烈展现捍卫家园的坚定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